好的，我们来看第十七章。十七章的话，也是把所有东西砍成两半，先是这12个句子，再加上下面的这两段，然后下面你可以看得到这一首歌有多长，我们就留到下一次。先来看这十七个句子：Dixit itaque Pilatus, ergo rex est respondet Jesus tu dices. Dixit 过去式，他说：“itaque。”那于是乎，then 差不多像那个 then，说于是他说谁？Pilatus，比拉多。这都是非常著名的故事啊。Ergo rex est tu，ergo，所以因此，rex 王 est tu，其实就是倒过来的。所以你就是那王。Respondit Jesus，耶稣回答说：“Tu dices。”其实这句话没有完，这句话没有完。说你说的那我是王，其实后面还有 quia，然后 ego sum rex 大概是这么一个结构。说 Tu dices，你说。好的，ego sum pastor bonus，耶稣的话，ego sum 我是好牧人。Pastor，牧羊人，bonus，好的。Ego sum via veritas et vita，还是耶稣的话，说我是什么？道路是真理是生命，这应该是第三次还是第四次见到了？这句话也不陌生。Et tu brute，et tu，啊，还有你吗？Brute，Brutus，这个凯撒死前被暗杀，被暗杀，看到连他的养子也在这些帮暗杀者的队伍里面，叫 Brutus，他的呼格在这儿。Etiam Capillus unus habet umbram sua，挺好玩的一句话。Etiam 甚至 Capillus 啊，脑袋叫 caput，啊，头上长的头发嘛。Capillus 说头发，说 unus 一根，从后面的 unus 我们也能更加确定前面这东西是一个阳性的。然后，单数的版本说连一根头发，habit 有，umbram swam 都有它自己的影子 umbra 是的，是的，你看到它跟那个 umbrella 有点像啊。往下走，hodie mihi cras tibi 正好缺两个时间，hodie 是今天，cras 是明天，是今天归我，明天归你。两个语格放在这儿，homo sum humani nihil ame alient，homo sum 我是，说我是个人，humani 人的东西，人的东西，nihil nothing ame by me 或者是 from me up 之类的，alient 你可以说稀奇，是很稀奇的。说任何的这个人类的东西，人的东西，于我而言都并不稀奇，并不仅仅是个否定啊。Nihil Mantua me genuit，曼图瓦是个地名，这其实是维吉尔的自我介绍，说曼图瓦诞生了我，生了我，genuit me 我自己。Mihi nomen est，这个应该在第二课的时候就遇见过，是吧？学一些口语的时候，我的名字叫什么？Mihi，用了一个语格，nomen 名字，我的名字是什么？接着走，Si Deus nobiscum quis contra nos，这句话也不是陌生的，之前也遇到过。Si，如果说如果神 Deus nobiscum cum 跟某人一道，跟谁？Nobis 跟我们一起说，如果神跟我们在一块儿的话，小将，这个夺格跟后面的 gum 要连着写啊。如果 gum 是跟着，或者说是跟人称代词在一块儿的话，它要跟人称代词写在一块儿，甩到后头去哦。Quis 谁 contra against nos 谁又能反对我们呢？contra 后面接了一个宾格版，model nec tecum。是吧？又看到了 cum 跟着人称代词连着写，possum vivere nec sine te。
两难呢、啊、，neck neck， 既不也不 ，neither nor。Take whom？ 啊，跟你一道，啊、跟你一起。Possum vivere， 正好构成一个轻的动词加上动词不定是补语的情况。说我能活 ，vivere， 我能活。说我能活，不能。换句话说，我不能活，没了你啊，没了你我活不了。再来。Nec sine te， 那有你也不行。Neither， without you， without you 也是夫妇为证、啊、所以连起来就是有你没你我都活不下去。往走。Mare nostrum， 谁的海？我们的海，这是罗马人对地中海的称谓。好，往下走。西塞罗这段。说实话，这一段对于，初学者来说是够难了啊，是够难了。如果不是看着后面这个参考译文的话，我一点点搬我自己就凭空这么去看，我也看不下去。我希望的话，我们先大概的说一说，然后等以后能力更强了，我们回可以回来再看一看嘛。Quae enim mihi indigna et intolerabilia。Videntur quaeque ad omnos nisi provideimus arbitror pertinere ea prome ipso ex animi mei sensu ac dolere pronuntio。那根据他给出的参考疑问，他整个句子是倒过来的，就是你要先翻译这句话，而且首先要翻译最后这个句子，最后这个词 pronuntio， 英文 pronounce 有确实有发声的意思、啊、不过这地方他的给出的翻译是说谈论，说我谈论什么 air、哎、这儿谈论这些事情这些东西 air、哎，然后 pro me ipso， 关于我自己的这些事情，然后出于什么 x， 从什么什么里出来，说 x animi mei sensu， 其实 x 本来应该接 sensu， 接一个多个的 sensu， 从感觉 sensu， 因为 sense、啊、然后从谁的感觉，我的 may， 然后我的灵魂的感觉 ，animi 是一个属格，然后这个东西也是个属格的样子啊 ，may 一个物主的代词，或者说啊，我喜欢比较把它叫做形容词性物主代词，或者是物主形容词。我的灵魂的感觉，注意我的灵魂的感觉 ，arc 以及 dolore 以及痛苦。这痛苦，我有灵魂的感觉和痛苦，谈论关于我自己的事情，然后来搞定这里。Quae enim mihi indigna et intolerabilia， 这句话的应该是个长板。Videntur quaeque ad omnos， quae which enim indeed 都往前放，或者 in fact， 而事实上那些个。然后 mihi 对于我来说 to me， 然后如果看到后面的 videntur 啊，正好我这个礼拜的拉丁的学生正好在学这个啊，一个被动的看，那就是看上去怎么怎么样，看上去怎么怎么样 seems， 然后 seems to me， 说那些看上去对于我来说是 indigna， 因为第一个 nity 啊那个词儿出，不过前面加了个 in， 也就是丢脸，那些个丢脸的事情，以及呢 ，et intolerabilia 这个更明显一点 ，intolerable 和不堪忍受的事情，那些对于我来说是丢脸且不堪忍受的事儿，怪鬼 ，which also 你有这个味道 ，ad omnos 啊，严格来说这并不是一个副词，这其实是一个代词，然后到谁也会发生到谁的身上 ，ad omnos 也会到所有人身上。那我们搞定这里。Nisi
providemus arbitror pertinere nisi， 除非说 providemus， 英文的 provide 那个词儿出我们他说除非我们不关注的话，或者说如果我们不关注的话，说 arbitror 这是一个意象的动词，你可以看到后面一个 or 是一个被动，但是有想这个词，就是我想的意思， I think 不可能是我被想，就是我想我认为。然后 pertinere 是到达 arrive 或者 reach， 那除非我们这个，如果我们不加关注的话，或者这么说，如果我们不关注的话，那我认为到达到所有人身上，那些个东西就会发生在所有人身上。好，我再把整个这个参考用给你念一遍。我以我灵魂的痛苦和我以我灵魂的感觉和痛苦谈论关于我自己的事。事实上，如果我们不加关注，我认为这些与我似乎丢脸而不堪的事会发生在所有人身上。来看下一个的话跟上面一个相比就简单多了，因为这句话其实以前我们也遇到过啊。说 Facisti nos ate domine et cor nostrum inquietum donec requiescat in te Facisti you made 你造造谁造我们 nos 宾格在这儿说你造我们 ate 为你 to you 说你为你造了我们 domine 主啊护格at core 心 nostrum 我们的心，同样你从后面的 nostrum 可以看出前面的 core 是一个中性版，说 inquietum 中间你看到一个 quiet 就是安静是吧，安静，然后加了一个 in 不安，不安宁，不安，我们的心不安宁， donic 直到什么 until requiescat in day， 知道什么？知道他安息，你还是找到一个 quiet 在里面。说知道他安息在 in day， 在你里面。那让我想到了，天主教如果某人去世了，叫做安息主怀，安息在主的怀抱里。除非安息在你里面，否则的话，我们的心是不能安宁的。好，那么这次就先录到这么多，下次我们来看后面的部分，下次见。